飞就生，飞生就解脱安尼。所以咱定经时都甲咱讲过，就是这个人生的圣人，伊若是无智慧，伊嘛袂当解脱。那么这个大乘菩萨道，伊一定有爱够有智慧更加具足，唔是干那有迄个人生的智慧尔。哦，因为人生的智慧，伊隔空，隔诸法本空。那么大乘法眼，佮隔诸法平等，众生平等，所以这个就无啥相像。但是今仔日一旦甲有智慧，才会当解脱咯。迄就是干了来甲伊讲，心得解脱安尼，就是心无受着贪嗔痴，以及一切六尘经上所报，吼安尼无作业自然会解脱。但是凡夫受着这个名利爱欲、情欲、无耻所报，当然咱的心较袂解脱。心若无解脱，当然咱的性命就袂解脱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所以这个东西。